云林这名71岁的阿嬷，她不识字，为了考机车驾照，半年以来考了7次，终于过关。得知阿嬷通过测验，现场的驾训班人员还有教练，通通欢声雷动，为她欢呼和鼓掌。阿嬷难掩喜悦，她说以后去田里种菜方便多了。驾训班练习场上骑机车穿着卡其色外套的应试者就是云林71岁的吴姓阿嬷。在这个年纪决定考取机车驾照，在路考部分阿嬷很厉害，一次就过关。有人甲我下着啦，想讲安尼袂使咧，想讲我一定爱考一张驾照起来，有个信心我就提醒伊好，我一定要考个条啊。不过在笔试这个关卡可是让阿嬷吃足了苦头，因为阿嬷不识字，半年来一共考了7次才过关。阮家大家都欢喜嘞，妈妈恭喜哦，捌字的人吼，啊，就是爱看这个图，听伊的口声，伊的讲话，啊，听较无好势，就放落去啊，袂记得。阿嬷为了能顺利通过笔试，相当认真，几乎每天都到驾训班报到。阿嬷不识字，也听不懂国语，笔试题目改由台语录音播放，应试者说出答案，再由监考人员帮忙圈填。有些题目需要记忆，因此对长辈来说更加辛苦。就电脑啊，练出声音，哦，不管他哦是哪一国的住民。现在目前公路局设有8国语言来适应这些考照。阿嬷考取驾照，现场驾训班人员和教练都比她还开心。阿嬷也难掩兴奋地说：“以后到田里种菜方便多了。”阿嬷在70年纪，为了自己成功考取机车驾照，也成了驾训班最激励人心的真实故事。谢国贤云林蹭到。